晚上好，哇，这领子是不是太高了？Hello，谢谢世贤问马鼠牙的平安狗 晚上好，晚上好，Hello，哇，我今天好粉嫩啊，感觉我像刚从俄罗斯过来回来一样，Hello。晚上好，对啊，我还跟我后门的粉丝们说了，我今天谢谢斯文鱼的皇冠，我还说了我今天跟车呢，然后谢谢卡比玩偶的玫瑰花，谢谢皇冠，谢谢哼哼在河里游泳的圣诞树，要开转了，因为我看你们在后门，我就说你们可能以为我要从那走，我看到你们在后门，哼，我还跟你们说了呢。谢谢护神，护神护卫，谢谢可可爱爱，谢谢滴答滴滴滴的圣诞帽。你以为叫我们关门啊？我怎么会叫你们关门呢？谢谢老福的夜蝶，谢谢。我先喝口水，好渴。这个人很漂亮，Thank you，谢谢美，谢谢礼物。哎，我好像我洗手了，洗手了。我说呢，怎么没有那啥了？今天怎么走那么快？没有走那么快，是我不快了，好吧？我一直我很晚，谢谢爱吃兔兔的礼物。我从正门走了。有页十页的信，好，我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，我待会儿会一个一个拆。就是我没有一起去吃饭，因为我想回来直个播，然后整理一下礼物，然后再可能再一起去吧。谢谢小小划水的皇冠，学习麻粉是什么意思？学习麻粉，蛋卷早点吃，好的，谢谢麻薯的皇冠，谢谢。麻薯，好想吃麻薯，麻薯糯糯的。宝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关键？哦，为什么让？虽然上次也有粉丝说让我考虑关键，但是我在想怎么拍。好，再早点休息，明天是不是要上课？就是说，谢谢青叶 no 小歪的麋鹿胸针，谢谢 LAN 的权杖。大家今天 call 我 call 的非常的辛苦，然后我知道，对，大家都是女生，然后喊得很用力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嗓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盛夏爱贪玩的生日蛋糕，谢谢，确实非常有排面，然后还送了我一个超级大的蛋糕，一个蓝色蛋糕，是吧？我都知道的。今天的话，希望大家喜欢吧！我真的一直在说希望大家喜欢，因为确实是很希望大家能满意吧。谢谢一叶知秋的礼物，我真的绞尽脑汁的想该表演啥，也不知道，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选的歌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就感觉关不掉的话，确实也算是一比较难挑，对我来说很挑战的一首歌。谢谢鸭宝宝的礼物。然后，希望就是说，不会很露吧？那个衣服，就是说有点露。但是我很努力的跳舞，跳得很自在。但是其实有点不自在的，因为我很少穿这么露的衣服。但是我想着我生日公演，我难得挑战一下我自己，胳膊都露出来，然后还有脖子这全都露出来，好可怕。哟，但是吧。以后也没什么机会，对不对？这种那种衣服也没什么机会，特别是我终极任务也没有办法。谢谢范拉拉的皇冠，谢谢，冤。我跳的时候完全没觉得，哦，确实，我没觉得什么，没觉得我很不自在吗？其实我真的心里非常不自在，因为我生怕我就是，哎，好吧，不错，挺好的，耶。
什么？哎，我还说什么？对，今天乘客还跟我助演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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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是不是没有猜到乘客来啦？哈哈哈哈，惊喜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跟科科那个节目怎么样呀？我跟科科那节目还排了一段时间，排了挺久的。真的吗？因为他也很忙嘛，然后我们临时就是说改了一些动作。我之前不是说那个编舞嘛，很丑嘛，然后我跟哥哥他，我们俩就是熬夜把一些动作改了。谢谢樱花豆腐的好多好多荧光棒。对，他明天要赶着有事情，所以说回去了。然后所以说也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就是上台讲话了。他就很赶，而且他今天10点半飞机，哎，是不是有一种暴跳的感觉？因为我就希望有一个暴跳的舞蹈，但是跳的也不知道跳怎么样。谢谢我的小粉的皇冠，谢谢。哎，我今天也很粉哦，感觉我像刚从俄罗斯回来，哈尔滨回来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家最喜欢哪个节目呢？其实我今天没有表演很可爱的节目，因为以后再表演吧。我今天就是那种元气的，不过小四的那个毕业我有跳很元气。背景的书架是假的。啊，不要说小品了，谢谢旺仔的礼物，小品。谢谢布朗雀的礼物。今天那个小品我真的不知道，他把我后台的麦给开了，哎呀好尴尬。你们知道吗，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听到我自己声音从台前传出来，我当时而且我下一秒就要上台，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？就是前一秒我已经翻车了，而下一秒我要恢复自己的心态上台演故里啊。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上台了，我那个位置我看不到人，然后我很着急，因为黑场很久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他们，然后就说他们可以上去了，结果他们已经美美的在台上了，好丢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自己，你们要是我本人也是真的会很觉得很丢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给大家一些惊喜的，但是不是这种惊喜，懂吗？好吧，谢谢幻缘的99个荧光棒。真的吗？无伤大雅吗？好吧，反正还好，我是还好，没有说一些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。谢谢家养小鳄鱼的圣诞树，谢谢。而且我模仿的故里音一紧张全部没有了，我在后面练了很久的。那跟你剪谁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先管你自己吧。啊，我练了很久的，都没有了，因为太紧张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自己，我要说一遍，我学得很像呢，但是我一紧张，我就光想着把台词给说出来了，根本就没有想语气。什么？你们三个都在我生日公演表演名单上，注意穿着，别太晚礼服。什么？哎呀，烦死了！哎呀，好难过。就是如果说能把它表现得更像故里就好了。谢谢 Crystal 的小汽车的99个。那个红酒有泼到我吗？那个红酒我撑伞了，就其实还好。哎，我有淋到头发上吗？其实我自己都已经，我自己都不是。哎呦，我的瘦脸，我把瘦脸关掉。真的很像故里，太像故里了。刘海上有一点点，我的刘海上全是发胶，各位，因为我这今天跳舞那啥，哎，今天那个后台的阿姨都说，对，说我变化很大，有一个新来的阿姨，不是新来，就是很久没有来的阿姨，谢谢凯西亚的礼物，谢谢，小雨伞是哪里变出来的？是藏在桌子底下的。谢谢健康快乐猪的99个荧光棒。谢谢哼哼在河里游泳的礼物。是我某天晚上正在为
就是准备睡觉了。我大脑就想着我这个小品该怎么搞，然后想着它红酒会泼到我咋办？那不如就是把它变成搞笑一点的吧，就是把撑出来一把小伞，这样它一弄不到我身上，二它能泼红酒。因为当时我们想着要不要泼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这毕竟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，还是泼吧。然后我让瑶瑶你狠狠的泼，洒到我身上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会脱衣服的。然后他就狠狠的泼。阿星说泼到他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？难怪阿星说下台说重伤他人，重伤他人。我说什么重伤他人？哦，原来是泼到他了。啊，那看来瑶瑶真的有狠，我让他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给我狠一点。而且我觉得瑶瑶是能驾驭这个人的。然后我当时我就找他，然后演这个，果然选的很棒。写的非常的好，对的，瑶瑶词儿也记得很快。我没有排练非常久，大家都是非常的厉害的人，因为我们凑不齐人啊，而且各种不在中心，不是住自己家嘛，所以说凑不齐人。当时我是真的没有底的，对这个小品，就是没有怎么排练过，有梦，就是纯靠一些默契的情况。瑶瑶还等了我撑伞在往上泼，对，我台词改了一点，改的合理了一点，就是塞纳合了一点。什么？真的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只能选两个桥段，而且两个桥段也非常的久了，因为他那个准备时间太久了，各种盘子啊啥的。但是我想着没有盘子的话，就是很没有效果。就是你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如果一个大白桌子在那儿，大黑桌子在那儿，然后人就是没有在宴会的感觉。但是吧，你要摆那么多盘子，姐姐又很浪费时间，拿上来拿下去又用不到，所以我就因为这个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办。就是哎，那个生蚝是我真的点的外卖，蒜香生蚝，但是我还没有尝过它的味道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生蚝。我买了好几个呢，但是姐姐她就给唐宛如放了一个，我当时拿的是一盘，她可能理解错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为我付出了很多，确实。那个手机是谁的呀？那个手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后台随便拿的，我当时太急了，我找不到我自己手机了。啊，那个手机其实也是一些怕尴尬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把顾里那啥零食拿的。看到有人笑场了，谁啊？谁笑场了？谁？我们哪句话？哪句话笑场了？会有续集吗？可能吧，可能。张琼宇邀请我连麦，
什么？我这个美颜这么大呀？哎，就这样吧，像个福娃。你看都好，哎，不是呀，我，哎呦，等等，他生日公园那啥，我好像看过，但我给忘了，反正我就是看过一下下吧。有 哎呀，你们不要这样嘛！谢谢小小划水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绿绿。我今天怎么这么有女人味？你今天为啥这么有女人味？你说我现在很有女人味吗？可能因为我是个女人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那真的好妙。确实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台词儿。我觉得《小时代》确实是代表一个时代喽。我以前也挺喜欢这个电影，谢谢 Red 皇冠，因为里面的演员演的都不错。谢谢 Red。对。我对，今天那个袁一琪和 MC1 的时候，对，确实，因为想骗骗大家，但是袁一琪下台说了，你这样其实没必要，很多粉丝猜起来都猜到了我们俩会有节目，但我觉得不会啊，我又没有说过谁会猜到呢，对吧？是吧？会被骗的哦。小品里顾里的腔调哪里像了？因为我太紧张了，然后就是一整个没有那啥啊。袁琪早就跟我说排练，哦，但是我这么说，你们可能会第一反应是哦，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，这个节目给取消了，是不是不不不，我俩跑火车，他还挺那啥的，只接了我这话。我这个顾里是跟好老公学的吗？好老公，不是，对，不是，差不多吧。他以前也教过我，不过，不过我主要是听了几下原版，真的被骗到了。袁琪特别，确实特地切了头发，哇哦，哇哦，真的。何大伯的舞台也很棒，谢谢你们，大家台词功底都不错。我这次找的人都是，就是一些没有一起演过小品的，就是换了一些新的人。谢谢提花帮的聚集地的皇冠。啊，好渴。对，大伯现在还在我的蛋糕里。谢谢提花帮聚集地，可以 CPDD 可以啊，范拉拉帮范拉拉 CPDD 一下。这位粉丝呢，她是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呢家在遥远的外地，会社会摇，而且还会很耐心的教你跳社会摇。当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就用他魅力的社会摇的舞姿把你重新吸引回来。这就是拉拉，可以喜欢社会摇的人，对拉拉有兴趣的人可以对他关注一下，进行一个聊天。对，今天范拉拉叫我跳社会摇，什么弄在这？我只记得这个，然后的什么玩意儿。哎呀，完全忘记。哎，教我跳社会摇。是的。弹幕不要问这种问题，我咋知道？我又不了解。你问他本人。谢谢有美女在吗的平安果，谢谢。对，他是范拉拉。今天大家对站了好久，就是说很辛苦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有好多女粉，好多女粉来现场。哇，原来我的粉丝都是女的，真的有好多女粉啊！就是大家一起喊 call 的时候，全都是女生。
也有一些男犯很努力的喊，我有听到。然后有一个粉丝也在说他是屏幕党，然后就举着荧光棒，那很可爱。我非常的感谢大家，真的真的，我觉得我的生日公演非常开心，谢谢。你是男粉，你是女粉，好吧？对，今天 call 也非常的厉害，让我感受到了很爽，好有排面啊！谢谢一半靠表演的圣诞树。是的，有男粉。哦，大家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嗓子，就是说，我知道喊久了，真的会很不舒服。大家一定要明天这两天多喝水，然后多吃那啥，有个很有用，什么东西来着？哎，我这记性啊，我这脑子，一个打糖糖果类似的，哦，什么伞？哦，龙角伞，对对对对，龙角伞，yes yes yes，龙角伞，大家多吃龙角伞哦。今天的小孩很可爱耶，今天那个小孩叫奥利奥，好可爱。谢谢奶茶王子的糖果，Panda 还有用。龙角伞，你以前卖这个？谢谢小小划水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 LIAN，谢谢世贤喂麻薯呀，谢谢小小妈，什么小小？哦，谢谢大聪明要哭了的圣诞树，谢谢 H 时代，谢谢财神鱼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刷很多遍，对，我跟大伯有好好。这两天又好好聊很多事情。昨天的话，我们就一起聊到了很晚，就聊各种，然后问了他很多一些，问了他很多问题，然后他帮我，告诉我该怎么办吧。遇到一些情况，因为我也不是很有经验嘛，对于。就是现在在团里待久了，然后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的，还是需要一些比我年纪稍微就是大一点的人，他们经历的事情确实是比我多。科科夸我了，是的，科哦，确实都比我大哦。你去医院看嫂子了？啊，已经要去医院了吗？救命！真的，我今天有个粉丝，他就是这个范拉拉，他拿着一张纸，上面记满了，对我就是 call 在直播，谁呀、啊？郝静怡吗？哦，他还 call 了其他人。不只是你哦，他还扣了其他人吗？你个拉拉，我真是对你无语了。好吧，那张纸上就是说一句话是不是可以用好几次啊？是不是下次看别的队公演，这张纸还可以用？拉拉，我还真以为你只爱我一个人。好吧，哦，他带了一个本子，这一页的人喊蒋舒，就是给蒋舒婷喊是吧？下一页的人给。郝静怡喊，下下一页的人给飞行员喊啊，现在一个好吧，就是这种粉丝，只能说就是说非常的爱我们了啊，给每个人都喊个口，哎，啥？范拉拉在吃梅婷，哼，祝你明天胖10斤，哼，还说要去医院啊？不过说真的，你们确实就是说要好好的把嗓子那啥啊，真的真嗓子挺重要的。我为什么不吃饭？谁不吃饭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怎么能不吃饭呢？吃！我结束为什么不吃饭？因为我要直播，所以我不吃饭。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可以大吃一顿了。没有哦，怎么可能再大吃一顿呢？因为有很多，他后面还有很多公演，怎么可能还有 B50 呢？我的减肥之路还很漫长，
好吧，我要就是说我要进行一个健康饮食啊，大家也跟我学习，不能节食，要多吃，饮食均衡，吃肉是可以吃的，蔬菜也可以吃的，你光吃蔬菜是不对的，你的人，反正就是很那啥，反正我之前看过有个人就天就只吃蔬菜就也不是非常健康，一定要多吃。我知道，我这些我都知道，各位，唉。看到本人吓死了，没有，其实可能只是因为你们很久没有见到我。好，我不会断碳水的。我现在的减肥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说没有在节食，而是我每个东西吃的很少，就吃一点点。比如说我今天中饭，我可能也会点一些面这种减肥完全就不能吃的东西，但是我可能就只吃一两口吧，我就不吃了。一方面也是在控制，还有一方面是这两天确实太忙了，每次我吃两口我就得去忙别的事情，所以说，对，这是我的现在的减肥的方式。大家有人肯定，就我看有翻牌，有人问我怎么减肥的，我就是这么减肥的，跟大家说一下。谢谢小小划水的皇冠，谢谢。我真的咪，我不吃轻食，我不会点色拉这种东西的。因为其实色拉一盒的热量也五六百卡了，真的也五六百卡，所以我就不如点点我自己喜欢吃的，但是我少吃点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你捶捶我的腿。很专业啊。谢谢 ZHY 的夜蝶，谢谢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今天那个自言自说那个音源好好听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给我修的，给我修的好好听。大伯说要多夸夸我，嘿嘿，大伯人真的很好，我昨天跟他聊完之后，他就一直在夸我，就真的很好。我天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？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？我真的人很好，真的人很好。哎，就是跑，哎。人真的很好，声线搭，我，是呀，他今天比较赶，赶着走。我们都是好人，谢谢凯西亚的圣诞树，谢谢。今天小高也很好，他特意从重庆。过来给我个惊喜，多说点。然后，真的是一个惊喜喽！真是惊喜喽！他前面给我连麦道歉了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好吧，反正就是我确实被人气的。好吧，确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我有表现，因为我不想让高雪就是很尴尬嘛，我不可能就说。啊，高雪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，我怎么可能这样？但是他，唉，谢谢小提。然后高雪的信写的很感人，我真的，但是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以为可能别人在跟我开玩笑呢，我也有这样想过，因为我后台真的就没有看到他人啊。你说后台这么小，对吧？嗯嗯。好，演技不错。继续说。别说了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好，那么，我们今天直播几点呢？大家说一个吉利的数字吧。今天 MC 哦，待会儿还要去补一下 MC 一的一些大家看我的祝福。其实我都就是说有在后台听到过一点点。我听到谁的？哦，我听到刘杰说啊，我们不太熟，是吧？刘杰不太熟，你还叫过我舞蹈呢？好吧，如果说我去给别的队的人，就是我肯定不会说不太熟的，我肯定扯，我就说啊，我就先夸夸他，这是有句式的，友友们，我就说啊，首先我觉得，上次，后台见到他，我觉得他长得越来越漂亮了，真是的，帮我转达一下刘姐，气死我了。还有谁说不太熟啊？什么样的脆弱？还有谁说不太熟来着？
反正我也听到有个人是不太熟，可能是我那啥看错了，对，他确实是老实人。谢谢世贤为麻薯鸭的圣诞薯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大声？谢谢你们。好吧。那么，反正就是说，我的生日公演就到这里。我2021年的生日公演就到这里圆满结束了。然后，还是那句话，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在生日蛋有生日公演。毕竟，现在这个规则就是说，大家都会让大家很辛苦。谢谢你们给我争取的舞台，爱你们哦。拜拜，谢谢你们的圣诞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姐姐的夜蝶，谢谢。好了，我走喽，拜拜。老婆，你个拉拉，别，你个范拉拉，不要乱叫 ，OK？ 刚还 CPD 呢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好了，拜拜。